5点以后的太阳才能晒，我现在把它转出去晒太阳。他已经很累了，帽子也不给他戴吗？你戴晒太阳戴啥帽子？他都感冒了，感冒晒晒太阳就好了。流鼻涕的呢，他房子里面太潮了，凉得很。那小心点，别让他这样走，是别让他摔了啊！拜拜，你牵着他的手再走啊！啊。带小平安下去，我还是很担心。每次，那他咋说呢？毕竟他也是一个孩子，小平安不能放开的让走，因为他现在才开始学会走嘛。每次反正是顾丽带小平安出去的时候，我还是很担心。回来今天都帽子都没戴，给小平安帽子都没戴就下去了。我还是赶快给他把饭做好，以后我也刚下去让他上来吃饭。古丽工作繁忙，能够陪伴夏可染的时间不算多，所以他格外珍惜下班之后仅有的这点空闲时间。夏可染自己走啊，慢点夏可染，慢点夏可染。夏可染又过来当搬运工来了，马上就跑。夏可染，你不给钱了吗？又来了，要喝啤酒吗？你又到商店要干啥？他现在这么小就知道天天往商店跑，你再不能拿了走，又不能喝这些，又不能吃，等你长大你要吃啥要喝啥妈妈都给你买啊。夏可染最乖了啊。慢点，你就要往那个手机看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你还没准备会走的就跑，夏可染，你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宝宝。开心了。古丽和夏可染在外面玩得开心，与此同时，姥姥则在家里开始准备起了今天的晚餐。阿姨，您和古丽照顾夏可染方面有什么不同吗？不同的地方太多了。你觉得最大的？因为顾丽她也是，说起来也她自己也是孩子，像昨天也有点感冒，我要给她吃药。知深则知切，不同的表达方式包含的是同一份爱意。阳光下的泡泡让夏可染手舞足蹈，温馨美好的瞬间
在此定格。